长征五号一飞冲天，中国文昌声名鹊起。大推力火箭为什么选择在文昌发射？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从这里腾飞上。11月3日，长征五号大推力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这是我国目前发射的体积最大、动力最强的火箭。为什么这种大推力火箭要在海滨发射？那里台风、雷电、延误以及高温高湿等等特殊的天气气候，会对发射场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发射火箭的塔台上为什么要安装一个重达550吨的大水箱？火箭发射平台的底下还要浇筑一个混凝土的导流槽？为探个究竟，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文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发射场系统工程设计总负责人舒安元。我看那个发射塔就在那边，是吧？对对对。啊，咱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去了？去了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啊，要把您这身衣服啊换一下。要上发射塔或到液氧储存区，都需要更换专门的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佩戴安全帽，防止静电引发火花，发生事故。咱们一会儿上车走。坐车过去。坐车过去。啊，有多远啊？离这儿？距离这儿大概得2.1公里。离开值班室，记者跟着舒安元来到了长征五号的发射塔下。就从这儿进入通道，然后上这个塔顶。通过电梯可以上到发射塔的12层。对，这下了电梯还得走啊？还得走2层楼梯，上去到塔顶。上去到塔，爬上去。对，爬上去。这是多少米啊？87米左右。到塔顶了。塔顶上风很大，从塔顶上往下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苏总，咱离海有多远？从这个发射塔到海边？发射塔到海边，水平距离呢，800米左右。这么近啊？对。那为什么在这么海边这么近的地方修这个发射塔？主要考虑呢，滨海建设发射场，射向范围宽，射向好。目前，我国有酒泉、西昌和太原3个航天发射场，它们都在内陆。在海南岛建航天发射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发射角度，还有许多常人不知道的原因，比如长途运输的。从运输角度上说，我们内陆的目前3个发射场是有点条件不具备。铁路、公路，包括空运，目前条件都不具备。火箭的这个舰体的集装箱呢，大概有七米宽、7米高这样一个高度。那么再放到车上呢，那可能就是达到8米到9米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在公路运输的过程中呢，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运输路线，能够顺畅的把这个包装箱能够运到海南去。所以呢，公路过去它在海上，也属于无人区。这样就不会出现有安全的问题。这个发射场的建成将与其他3个航天发射场形成不同分工，优势互补。酒泉主要是发射载人航天器和大清角低轨卫星。太原呢，主要是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和极轨卫星。我们西昌呢，主要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如果选择在海南建设发射场，它可以发射，就是说它的综合能力更强了，它可以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或者说极地轨道卫星，包括现在我们嫦五长期发射的就是大质量、大倾角的低轨卫星，或者说航天器。
比如我们的现在要发射的空间站，或者说是货运站，这都是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加上酒泉、西昌、太原三个内陆发射场，使得我国航天发射场布局更加优化。这样它就可以实现就是沿海和内陆相结合，高低纬度相结合，各个设想相结合的我们国家的一个航天发射这么个布局，也就利于我们国家在参与国际航天发射竞争，提高我国航天发射的综合能力。长征五号一飞冲天，首战告捷，在海滨建设的发射场怎样应对恶劣的天气气候？从这里腾飞上正在播出。在发射塔的四周，记者看到比发射塔还高的一座铁塔。哎，我看这个有一个大铁塔，这是什么呀？这个大铁塔是这个塔架的四个避雷塔，塔架的高度呢近90米，四周在它的东南西北四个角有一定的距离，设置了四个避雷塔。这个塔高呢是125米，也就是塔的主体啊是高120米，上面是5米的避雷针。它这个避雷塔呢四角设置有几大好处，第一个呢它是防直击雷，第二呢是侧击雷，它下面呢还有感应雷的防护。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13天，频繁程度远高于酒泉、太原和西昌等国内其他航天发射场，属于我国雷电活动最强区域，也高于多数国外航天发射场，雷电防护形势非常严峻。发射工位受到直击雷危害的几率很大，受到雷击电磁脉冲干扰的几率更大。一般的来讲呢，雷暴日多的情况下受雷击的概率就大，而恰恰我们这个发射场呢，这些设备的体量又大，燃烧剂的品种还多，而且还有液氢这种在我们电气防爆来讲最危险的一种这个燃烧剂，如果受到雷击的话，一方面来讲轻呢会造成设备的损坏，而重的话真的可能造成那个整个的试验失败和大的爆炸，这在整个世界航天发射史上是不鲜见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发射场的设计者们开始了攻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遍访了国内的高手啊，也很多的专家呀，很多的科研单位去调研专题进行研究。我们方式来讲就是有效的拦截，把雷电流我们形成一个笼式的方案，让整个的我们的发射工位被一个钢铁的笼子给它罩住，或者是一个网子来罩住，这样呢雷电流在要想往我们工位上进行放电的时候，首先被我们这个网给截住。自然界的雷击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任何雷电防护系统都无法100%保证对雷电的有效拦截。为了分析比较各种雷电防护系统的有效性，设计者们还建立了雷电防护系统的数字模型。我们进行雷电防护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机理，首先来讲那个如果我们的防雷设施高的话，它引雷效果会增强，而低呢又保护不了设备，这样呢首先来讲我们就要把雷是个什么样的物理模型、数学模型来仿真出来，设想我们做一个多稀疏的网、多高的网进行一个最优化的选择，就在引雷、防雷、雷电流的绕机之间，这各种参数把它的机理弄清楚以后，用计算机来进行仿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结果呢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确实已经经过很多专家把雷电的机理进行了一些研究，等机理弄清楚以后，我们对应的手段相对来讲好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运行，
效果还是很好的。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发射塔周围分别安装了四个避雷塔，在四个避雷塔之间还有三道金属线相连。拉了三道线以后呢，这样就可以构建一个立体的一个防雷的空间，从而达到防直接雷和地面雷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后来经过计算和缩比试验，拦截效率可以达到98.6%，也就是说是100次雷暴我们可以拦截98次以上。如果遇到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发射场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首先是在测试发射流程上面考虑到了，如果有雷暴来，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时候给它规避掉，我再进行下一步的测试发射或者转运发射。第二个，如果是真的遇到了强雷暴，我可以进行，就是说把火箭或者星舰组合体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总装测试厂房里头，等雷暴过了以后我再进行转运发射。除了雷暴之外，在海上发射有许多需要攻克的难关，比如台风和延误。面向太平洋的海南岛处在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西移路径之上，有台风走廊之称，平均每年直接登陆台风有8-9个，间接影响的就更多，占全国台风登陆总数的1/4。在发射场立项之初，科研人员就开展了多方面论证，特别是针对特殊的建筑结构进行有效的防范。我们采用钢结构或者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来进行提高它的刚性，来进行抗台风。比如我们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我们就是采用钢筋混凝土巨型框架同体结构体系，还有我们的发射塔架，那就是采用外面是个钢结构加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核心筒这么个一个结构的组合体，来一钢一柔的来进行来抗台风。正是由于采取了特殊的设计和预防措施，发射场在2010年10月海南省发生的两次强降雨和2014年7月威马逊超级台风、9月海鸥强台风中连续经受了检验，经受住了每秒超过100米的强风，没有形成主体结构损伤和积水洪涝，保证了长征7号和长征5号的顺利发射。为了规避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还实现了新的3锤1圆测试发射模式。我们首次实现了气垫液各种接口都不断开，那这样的话在发射区它就不需要重新的测试，从而严格限制了这个在发射区的站位时间。现在由于采用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的新3锤1圆测试发射模式，火箭在发射区站位时间只需3天。因为如果从南海形成热带气旋到海南登陆，它的时间呢不超过72小时。有了这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把它设定为一个最大的约束条件，在发射区绝对不能超过3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改进了这个测法流程，所以实现了真正的3锤1圆，我们也叫它新3锤1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还实现了高度信息化，设备的信息监测等数据可以通过网络远程传输实现远程故障诊断，构建了数字化发射场。通过建立火箭、发射场和所有设施设备数字化模型，可以进行数字化核链试验。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很简单，我们火箭垂直转运的时候，我们可以模拟出一种真实情况下不敢做的实验，就是在极大风速下进行转运，火箭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倾倒、颠覆这种极限实验，这个都可以用数字化实验所能实现。有了这些数字化模拟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防范气象因素带来的危险，提高航天发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无风、无雨、无雷暴的日子里，濒临大海的发射塔、总装厂房也长时间遭受着一种内陆人们不知道的危害——延误。这个延误呢，它主要是，在近海，就是两公里左右啊，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海浪、这个风影响，带着这个盐水啊、海水啊，就飘洒到这个我的建筑物啊、设备表面，它在表面容易形成一些电化学的腐蚀，加上这个高温呐、紫外线呐、综合的机理，导致我的设备啊、工艺管道啊、电气控制柜啊，一切这个锈蚀。为了解决延误问题，科技人员制作了多种类型的混凝土模块、钢结构样品和不锈钢板材等，把它放置在高浓度延误腐蚀的环境中进行加速腐蚀实验，终于设计出了一套防腐蚀的方案。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试验，建立了一套重度的防腐涂装体系。这个技术已经应用到了海南的相关的建筑物里头，已经效果从目前来看很好。对室内环境和舰体的本身，还利用空调系统进行除湿和延误吸附，来创造低湿低延误的环境。而这次在长征五号发射时，在整流罩部分还加上了特别的空调系统。为了实现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风量可调啊，我们给它在地面上做了这个整流罩送风系统。我们主要采用了哪些技术呢？是采用了这个冷冻加上这个吸附，这联合除湿的方案。从塔顶下到发射塔的12层，记者看到有一个大型的铁箱安装在发射塔的南部。哎，苏总啊，你带我看这大铁疙瘩，这是干什么的呀？这不是大铁疙瘩，这是塔架的高位水箱。水箱，这里头装的是水。对。哦，这是咱这个底下供应自来水吗？还是什么？这里面是自来水，不是供应自来水，它有特殊的功能。那干啥？不是咱洗澡用水啊，干什么呀？不是，这个咱们下去再说。下去再说。对，下去再说。长征五号一飞冲天，首战告捷，关键技术的创新保证了火箭的稳定飞行。从这里腾飞上正在播出。从发射塔的2层可以到达发射塔的移动平台，在这儿可以看到许多被火箭发射时巨大的火焰烧蚀过的痕迹，甚至有些护栏被烧蚀的变形报废，而平台两边伸出的管道仅仅是颜色有些脱落。在这儿，舒安源说出了塔顶大水箱的秘密。这就我是给你解个密，这就是塔架上550吨那个水箱，它的水源最终要使用到这儿。这个是什么设施呢？这就是喷水降噪设施，它分为2级喷水。这个是2级喷水，这一排横管，它在非任务期间，这堵头啊都是给堵死的，水出不来，也没有水。然后任务期间呢，把这堵头啊都给打开，啊，它在任务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才打开。平常这管道里是灌满水，这是2级喷水。这个1级喷水，这个粗管道是1级喷水，平常也是一样，类似于它，任务期间某个时段才打开。它喷出来的水呢，主要是喷在这个火箭的喷射尾焰上，它主要是
起到降噪作用，保护火箭安全可靠的起飞，同时呢是保护这个活动发射平台。表面上看，移动发射平台就是发射塔的底部，实际上在移动发射平台的底下还有一个导流槽。导流槽呢主要是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产生了高温高速的这个射流燃气射流，然后这个对这个下部有一个冲刷，那么如果这个不设导流槽的话，它会反弹啊，产生一系列问题，那么对火箭发射造成影响。如果设了导流槽以后呢，就把这个高温高压的射流气体啊通过导流槽这个导到这个发射的火箭的范围之外，然后这样的话使火箭发射比较安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推力大，火焰长，射流的温度和速度比以前的火箭都要高，这就需要导流槽的开挖的深度要比以前的要深。可是海滨的地理条件又很不理想，渗水严重。这样的话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这个科学的设置止水木，科学的开挖，然后这个做了一些抗浮措施，然后这个使这个导流槽开挖就比较这个顺畅。针对高温高压、烧蚀强度高、排气流量大等问题，设计者们研制出了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耐烧蚀混凝土，解决了导流槽高温烧蚀防护和海洋环境中材料耐久性问题。我们在这个研究在应用之前，在航天部那边做了一个烧蚀实验，那么现场长五发射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导流槽是基本完好的，达到了这个预期的这个设计目标。设计者们还根据数字仿真实验提出了锥面四流道结构体系，解决了导流槽大跨度、大载荷受力问题。在长征五号发射时，导流槽起到了缓冲降噪、稳定舰体的作用，保证了火箭的一飞冲天。鸟瞰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几乎被绿色覆盖，有着许多的中国第一，这到底是怎样实现的？敬请收看《搜金科学》，从这里腾飞。